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呢，发现前方的机车逆向行驶，觉得怪怪的，上前盘查。这名男子呢，赶紧把两包装着不明物体的杂链袋丢在地上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却被眼尖的远警发现他乱丢东西。哎，这是啥？啊，你这是啥？啊，你这是啥？啊，我唔知啊。在你家咧，唔知啊。那唔知啊。在你家咧，唔知啊。我给你一次机会哦。男子一开始还故作镇定，变成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警方把他带回派出所，还有以及毒品试验弃置在路边的两包物品，呈现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。全案讯后，以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